三二一，大家好！哇，放这个音乐好像我要出任务一样，噔噔噔噔 噔。对，的确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志颖。哎，因为四平街也是我小时候长大一个地方，那也是我来到四平街就常常想起我爸爸呢，带着我来到四平街，吃东西啦，像我身上的袜子啦，然后小时候的一些衣服啦，然后家庭用品啊，都是在那卖。我哥为什么选择在那卖肠粉？那因为其实那一间其实也是我爸爸在25年前所买的这个房子，所以算是我们家的 key gate 了。那未来的心愿就是希望能够在自己的家门口办一场很棒的歌友会，因为既然是吴强拉代言嘛，那代言人是不是有这个？我问一下理事长，是不是这个权利可以在那边办啊？等一下，我要大声说，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好，大家作证哦，大家都有听到哦，这个不能随便答应哦，好不好？那既然代言人就有这个权利来这边办歌友会，那真的很开心。希望说今年能够努力的来达成这个梦想。好好吃的啊，像猪脚饭啊，还有对不对？猪脚饭应该大家都知道嘛。然后还有豆花啦，还有我爱吃的红豆饼啦。是，那当然呢，我们刚不小心就曝光了。我觉得以后会不会这样子 ？Kimi、Jason、Tyson、Jimmy。好，我们来做一个宣传。那我想也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件事情。好，我们是不是来拍个照？下来。大哥站中间。来，超过你三兄弟，这样比三好了吧？三。淘宝达人。要推挤哦，小心。因为以前六日基本上这边是没什么人潮，大部分都是中午时间跟下午时间人潮比较多，然后现在也因为媒体报道以后，让四平山这边再次的这个知名度提升，然后也让这边的上百个店家都每个都那个合不拢嘴，大家都很开心，所以再次的谢谢所有的媒体们，谢谢。未来讲一下生女儿。每一个有女儿都说，如果没有女儿会有遗憾，我不知道是这样吗？真的，真的，你们都是女的，这个一切缘分好不好？靠缘分，因为这也强求不来的。所以会考虑上次 Ella 传授的方式那种生女儿吗？没有想这么多，应该问小 S 吧。